的这个酿酒大师 Bob Pagano 每年都会挑选出当年度最具橡木桶的这个特色，酿造出最棒的限量款，呈现给台湾的威士忌的爱好者，还有我们的鉴赏家们。所以，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热烈期待这支新系列酒款的上市。谢谢大家。英文的 MIND 其实代表就是心理的意思。好，那刚好这个谐音呢跟麦卡伦麦刚好是一样的一个发音。好，我们这一次这个 Edition One 的这个上市，我们采取比较不一样的方式，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艺人啦，或者一些粉丝达人，也让他们来下做一个事先的评议，然后呢在产品还没有上市之前就已经把产品的这个气势还有它整个期待的感觉先做出来，那就是我们这次上市的不一样的方式。其实品酒除了酒本身之外，最好的一件事就是跟知己和老友相聚的时候品饮。总编辑，你觉得怎么样？这个酒很醇厚，然后它有很独特的个性的味道，但是呢，它又很调和、很温和，然后到最后还有点甜味散发出来。那我今天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Edition No. 1的一个独到之处。 Edition No. 1呢是选取我们酒首席酿酒师 Bob Pagano 特别精选的八款不同尺寸以及不同种类的橡木桶，然后在我们不同的制桶厂里面所打造出来，用西班牙最棒的雪莉酒庄 Bodega 的这样的一个 Gonzales Bias 的酒庄帮我们精心打造出来的，所以它所带出来的有非常明显的新的橡木桶的香味，以及 Bodega 这个 Gonzales Bias 这种新鲜的水果味，那加上它最后的一个酒精浓度来到 48.0 这样的一个高酒精浓度，基本上是非常接近原酒的风味，所以是非常值得各位喜好威士忌的朋友来全新的体验，有别于以往不同的麦卡伦。